你。呼伦贝尔，达西玛一家正在准备新年的食物。广西平乐，李家媳妇为一岁的女儿定制新衣。香港元朗，邓氏族人正在商议祭祖后的聚餐。个捧一定要噶啦，系啦个捧系啦，系啦，我一定要啦，我一定要啦。今日就黄酒鸡，黄酒鸡，咁啊，全部有九样嘢啦。啱啱好九样。上海浦东，邱纯怡即将登上飞往台南的班机。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，从农历腊月开始，整整一个半月，几乎所有中国人会放下手中的一切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一种忙碌而甜蜜的状态。他们用四季所得精心炮制年味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寄托对家人的情结，抒发对岁时的感怀。时代在变，新春的习俗也在悄然改变，但那些曾经塑造了我们生活方式和礼俗秩序的食物依然生机勃勃。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新年。你莫紧吼啊，我这儿累坐不住了。你们得回来嘛，乖。坐个坐都坐不到啊。哦，我上吊。我来帮忙你坐嘛。别个听见笑人，两口子老来吵架。笑的就是你呀、啊，起来啦。我走嘛。走嘛。帮我滚开，要走，大家走，走走，走嘛。转。师傅，你会吹呀、啊？把猪都吹飞了。进入中国农历的十二月，宰杀年猪是进入年忙时节的标志。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各种香料混合煸炒，碾成粉末，加入细盐，腌制是保存美味的传统方式。趁热力未散，均匀涂抹，分量、比例、按摩的力道，赵明慧有60多年的经验。真是下苦了，
回来呀，皮匠，有地主上来。来喽，来了。山间的香柏枝和杜仲树有浓郁和绵长的香气，是熏制腊肉的上好燃料。少会的嘛，看你得这一身灰灰。橘皮果壳随手扔进火塘，它们和树枝一样含有丰富的植物油脂，在无法充分燃烧的情况下，化成微小的颗粒，升腾直上，在鲜肉上附着缠绕，日积月累，慢慢渗透。这是饱含人间烟火的味道。腊肉出城，离新年还有一周，赵婆婆要试一试他们的成色。炙烤、水煮、刮去表层的焦糊、切薄片，瘦肉红润，肥膘通透。经过风干，鲜肉脱水，大部分蛋白质得以保存。古老的食物储存记忆，在保鲜的同时塑造出新鲜食材难以比拟的醇厚滋味。吃饭了，吃饭，你看你好享福哦，碗筷子递在你手头。啊，我是享你的福啊，老了是伴儿了嘛，我能我一辈子都是想你的福，我也是感激你。腊肉最好的滋味，要等到儿女们回来。呼伦贝尔草原，气温维持在-40°，羊肚包已经在雪地里保存了一个月。达西玛要用它为一次远行做准备。羊肉新鲜如初。怎么把这太神奇了？我有啊。下锅白煮，简单烹饪，不加任何调料，是牧人的最爱。家人去达西玛的母亲家过年，雪地行走，马是最好的交通工具。100年前，他们的祖辈布里亚特人也是骑着马从贝加尔湖畔迁徙到这里。爸爸，手把肉是牧民的路菜，不管放牧、转场还是旅行，方便携带。雪地上的野餐，简单美味，补充身体流失的热量。寒冷的温度，不仅可以保存食物，还可以加工食材。这是中国人祖先留下的智慧。
咸鲢鱼，煎出鱼油，加入高汤，文火慢炖，大量的胶原蛋白溶解到汤中。异曲同工的还有老北京豆酱，肉皮里层的油脂剔刮干净，煮汤清透，没有油腥。加入花椒、桂皮、香叶调味。大头菜、黄豆、萝卜同煮。低温下，汤汁中的胶原蛋白分子互相交联，形成巨大的网络，把水固于网中，形成固体的冻。爽滑弹牙的豆酱最适合搭配腊八蒜。或者用一碗热腾腾的米饭，将鲢鱼冻化成圆形。达西玛的丈夫用锋利的蒙古刀交叉绞割，将羊肉制成细馅儿。温暖的蒙古包里，一家人共同制作一种部落特有的主食，迎接新年。包制过程中，在上方留下小孔，以便加热时蒸汽进入，形成鲜美厚重的汤汁。赵明慧和老伴日夜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。爸爸，爸爸，哎，狗儿回来了！哎，我这个狗崽回来了！回来过年啊，回来喽！三个儿子，四个女儿，分别带着自己的小家，回到了老两口身边。怎么过年吧？压岁钱发了，专门呢。大二了，他是大大二了。快点！哎，好吧，钱我来了，来哟！快点，老乡，我打了，打了，打了。哎呦，这一年多哦。春节是亿万中国家庭，尤其是农村家庭团圆的日子。李建强独自一人骑行400公里，从深圳回到广西平乐。正是芋头收获的季节，李家迎来了相聚的时刻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来，过来，爸爸抱。爸爸，哎呀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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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我抱回去了。腊月29，李正华在院里支起大灶，开始准备
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。焖个焖，来注意一下。水井边，妇女们则为花样繁多的府菜准备食材。潮湿温暖的广西中部盛产柚子，果肉清香酸甜，而女人们此时更看重的是海绵质地的果皮。入菜前必须汆水，去除柚皮的苦涩。洁净水质中生活的田螺是平日里享用的美食，到了年节，它要变换一种更为复杂的做法。熟的螺肉与新鲜猪肉一起剁碎，拌入薄荷、生粉、花生油、胡椒粉，揉捏上浆。螺肉做成的馅料被重新塞回到螺壳中，把馅料塞加包进另外一种食材，当地称为酿。在平乐妇女的手中，几乎无菜不能酿，常说的十八酿远不止十八种，而酿本身也是对幸福和富足的一种含蓄表达。在举家团聚的日子，人们总是要把细腻的心意转化成更加复杂的食物制作过程。李正华把这种繁复和隆重发挥到了极致。他最拿手的是桂北地区一道著名的年菜——松皮扣。
200多度的油温投入五花肉，表皮油脂在高温中大量溶解，只留下组织部分。出锅后迅速投入冷水，如同铸剑淬火一般。经过2小时，肉皮剧烈变形，呈现沟壑纵横的虎皮纹。然而一碗松皮扣肉至此只完成了一半。切片后的五花肉用腐乳、葱姜蒜末、辣椒粉、五香粉充分腌制，紫色的槟榔花纹说明芋头淀粉含量足。油炸后外表金黄焦脆，内里香甜粉糯。按我们本地话讲的话，这就属于当头菜。大女儿在南宁，年年我要给他们的，一般总是要做20多碗的。两种质地不同的食材相依相偎，等待热力的作用渗入彼此，完成味与形的合体。邱纯怡终止了自己在上海的事业，决定回到故乡，回到男友身边。过年回来下飞机都会想要先去看我父母。妈，宝宝跟你在天上哄，有没有吵架？然后啊，我前两天梦见你跟爸爸带我出去玩，三姐说因为你们两个想我，一切都一直吵着我开店。我现在开店了，因为你的梦想是我的梦想，所以你要保佑家庆啊，能把店做好。水仙宫市场，台南市区最热闹的菜场。台湾的很多菜市场都建在宫庙旁边，人们在这里交易交际，也在这里供香火祈福祉求平安。纯怡和嘉庆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再储备一些年货，因为从除夕开始市场暂停营业。怎么卖？一两20块而已。是新鲜吗？嗯。你爸爸因为我来在见哦。就是说吃我吃我。啊，别在糖醋比较好吃。
红秋姑鱼，因为讨喜的颜色，俗称红娘子。烹制这种肉质细腻鲜美的鱼，嘉庆决定用一种台湾独特的调味品——凤梨酱。台湾本地的凤梨，纤维丰富，酸度高。发酵过的黄豆含有多肽和氨基酸，加入一份盐，两份糖，充分腌制。封瓶前撒几片甘草，黄豆和凤梨继续发酵。一个月后，在微生物的作用下，果肉变得半透明。给红秋菇淋上凤梨酱，除腥增鲜，咸味果夹着酸甜，任何其他调料都是多余。台湾的白玉苦瓜，苦味清淡，多汁爽脆，和鸡肉一起煲汤，也只需凤梨酱辅佐，便包揽所有调味的功能。蛋黄在这边，一颗的蛋黄，一颗的蛋黄在这边。我们今年在大姨家过年，因为大姨说爸爸去年才刚刚过世，所以他叫我们四个小孩子跟他们一起过年。三色蛋，外婆家传的年菜头盘，鸡蛋、皮蛋、咸蛋，食材易得，但制作费时。春姨一直没来得及跟妈妈学习。嘉庆要拿出全部的手艺，做一道最有名的台南年菜。红鲟米糕，这做起来不赶快？看着手，这是想干办，这是空心的，不脱光的，这是最好的。红鲟一种青蟹，最招人喜欢的红膏是它的性腺及肝胰脏，这部分成熟肥厚，蒸出来的蟹黄蟹膏才馥郁鲜香。红葱头体型小，辣味重，炸酥新香四溢，是台菜中常用的调料。这四份贡菜，我们都是要取它的香气的。猪肉丝、香菇丝、海米、鱿鱼丝，与尚未全熟的糯米饭混合，均匀搅拌。最后撒上红葱酥，在中国南方，这叫米糕或者油饭。红鲟是福建台湾一带的美食，甚至被认为是滋补珍品。一家人的期待，嘉庆必须精准把控火候。秋冬，整个中国东南沿海渔获最丰盛的季节，各地都有自己的料理心得。潮汕人偏爱生腌，比起熟食，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海产原始的鲜味。这个传统源自1000年前的中国宋朝。
梭子蟹用饱和盐水浸泡后冷冻，带冰切块的腌蟹直接食用，口感层次丰富，被称为海鲜冰激凌。味道更浓腥的海鲜还可以用酱油和大量蒜头腌制，大蒜素杀灭海鲜中的细菌，膏黄最终变硬粘牙，舌头与上颚相抵用力才能化开这满口鲜香。冬天的银鲳鲳肉肥厚，用70度热水汆烫，只需10秒，包衣不破，咸鲜的汁液随时爆浆而出。淋上腌料，潮汕和闽南人的年夜饭不能没有它。憨壳钱堆满桌，人们相信这样有旺财的吉兆。中国有1.8万公里的海岸线，腊月的浙东海边，接仙船频繁进港，他们负责把远洋捕捞的收获运回陆地。陈祥莲的营生是为随时到港的接仙船提供摆渡服务。几十下就钓上个人。忙活一年，接仙船上的于老大总会拿出一些私藏跟陈祥莲分享。春节前的鳗鱼最是丰腴肥美。剖鱼刀，头部尖锐，紧贴脊骨，顺势横片。老陈的妻子必须及时处理鲜鱼，才能保存到过年享用。只需3刀，海鳗被最大限度地展开。星鳗脂肪含量比海鳗更高，因此肉质细腻，油脂感丰富，对海边人来说是更珍贵的美味。临近春节，渔船进港的时间更加不定。为了一顿踏实的年夜饭，讨海为生的人日夜工作，不眠不休。过年的人都是心很急的，吃饭的时候都没有时间，就是有潮水的时候一定要在船上，天一亮就是起来了。
到晚上我刚刚到家的时候，别人电话打来，一夜都没有睡觉。水管多少年个，多少年个，你给我彻底给我放放了。彻夜忙碌后的早晨，老陈并没有马上上岸，因为他要及时处理一种难得的海货——乌狼。美味与危险并存的食物，只有经验丰富的渔民敢于享用。乌狼，河豚的别称，内脏有毒，必须仔细清除，不留残余。反复清洗，除尽血块。人类弃之不食的部分，却是海鸥的美餐。依靠日照和风吹，鲜鱼自然脱水制成干品，称为响。在没有冰箱的时代，沿海的人们发明这种天然的保存海鲜的方法。气温接近零度，寒风带来干燥的空气，这是晒响最好的时节。浙东一带，响既是食材，又是鲜味的引擎，作用类似火腿，无论炸、炖、炒、烧，都能和其他荤菜、素菜形成奇妙的搭配。老陈家蒸满响，习惯贴上肥膘肉，响中的核苷酸和肉里的谷氨酸盐协同作用，提升鲜味和口感。高温油炸，尾腥满响带来焦香的风味。再上蒸笼，内里的肉质变得松软入味。经过20天的晾晒，乌狼响变得像树皮一样坚硬，用水长时间浸泡，鱼肉才会恢复弹性。年三十下午，女人们结伴采购回更多新鲜的食材，为年夜饭做准备。乌狼响逐渐苏醒，成块状的鱼肉组织，不能用刀、手撕，可以避免纤维受到破坏。
生姜的芳香性挥发油不仅去除鱼腥，爆炒中还能增加乌榔响的鲜味。傍晚，一家人围着灶头忙碌，老陈也终于回到陆地上，加入这场举家参与的烹饪。这个所有人奔赴的夜晚叫除夕，每一个中国家庭都要共享一年的最后一餐，这是延续千年的习俗。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超过了365天中的任何一顿。此刻必须把工人最好的食物、最好的手艺展示出来。除夕的酒，新年快乐啊！来，新年快乐！红鲟米糕完美登场，它艳红夺目，喜气洋洋，把团圆的气氛推向高潮。腊肉没有辜负老两口的精心熏制，美味慰藉着漂泊在外的儿女。松皮扣和酿菜构成一桌丰盛的晚餐，这是熟悉而踏实的味道。辛劳换来的团聚和共享，是对一年忙碌最好的总结。这一餐，送走过往，也迎来新年。喂，就这边，哪个啊？哦，马总理，马总理。到不出下面，暂时被我没拍了，不行。你倒腾啊，叫你倒腾啊，叫。传统意义上的春节，从腊月的腊祭一直延续到正月的元宵，人会连带着儿媳到祠堂祭祖，这是广东鹤山的妇女新年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。糯米粉烫熟，搅拌到均匀粘稠，任慧莲照例叫来了姑婶婆姨。春节里女人们要聚到一起，制作一种关系到家族兴旺的食物。炊大糍是新媳妇的必修课，
嫁到这里的每个女人都经历过。把面团吹大，被认为与家庭人丁兴旺有某种神秘的关联。煎大瓷，只有任慧莲的婆婆能担此重任。她能将这个糯米球加工到直径30厘米。考古发现证明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7000年的水稻种植历史。稻米不仅是日常主食，也可以酿酒或制成糕点，成为人神共享的食物。春节里，龙游人要制作一种米制品发糕，来寄托最真切的愿望。精米和糯米以10:1的比例混合，糯米中支链淀粉含量高，粘性强，控制糯米的比例，可以塑造发糕柔韧适中的质感。要获得柔软韧滑的米粉，不能心急。经过一天的筛滤控水，米粉变得细腻紧致，再进一步用重石压滤风干。洁白细腻的米粉是发糕的底色。猪板油有植物油不可替代的动物性脂香。它与白砂糖一起，造就发糕香甜的口感。酒酿的加入，帮助发糕完成发酵。江南的冬天，室温不足以激发酵母菌的活动，一小把柴火，煨上一夜。饭拿好吃吧。发糕做成，预示着来年的好运。春节期间的美味，外形上几乎都要显示出对更大
更高、更饱满的追求。这种追求无一不寄托着人们吉祥、美好、富足的愿景。猪油、白糖和酒酿已化为无形，发酵形成的孔隙造就了松软的质地。弥漫着甜酒香气的发糕曾经是敬奉祖先的贡品，如今神圣的食物融入万户千家，成为春节餐桌上世俗而温暖的美食。有一点好点的。春节食物的祭祀属性不仅体现在庞大丰盈，也会用繁盛和多样来表达祈愿。新年第一天，塔米尔要向长辈问安。这是草原人家一年收获的精选，冬天的奶油奶干，夏天的葡萄干山楂干，秋天的山丁子稠李子，加上米饭一起拌煮，蒙语里叫乌日木，是布里亚特蒙古族独有的春节甜食。这碗象征着岁物丰盛的乌日木必须首先供奉给神灵。2000公里外的甘肃环县，杨向军家的谷仓满满当当。早在腊八当天，妻子就把各种豆类的果实汇聚到锅里，熬成粥，再用最新鲜的羊肉做臊子。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甜味腊八粥不同，这里的腊八粥是咸味的。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揣度头顶三尺之上神明的喜好，被拟人化的神也像凡人一样荤素不惧，甜咸皆喜。来汤瓜来，青芦汤瓜又脆又甜。来汤瓜来，青芦汤瓜又脆又甜。多少？糖瓜，鲁中地区独有的甜食，一年中只在春节出现。青芦的，做的最好吃的糖瓜。陈家楼村依然沿用最传统的制糖工艺，小米面的淀粉被麦芽中的淀粉酶水解，得到的就是麦芽糖。甘蔗传入之前，麦芽糖一直是中国人最主要的甜味剂。接下来用臂力对麦芽糖进行进一步的塑形，这个过程称为拔糖。
韧劲儿已经足够。三人合作，将糖条捋得均匀顺滑。对折四次，上下合缝。形成一个四米的中空糖管，这时候要借助室外寒冷的空气，糖管变硬，手上动作必须加快。沾上炒熟的芝麻，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。甜蜜是春节的主调，各地的甜食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。果是一种米制品，它的各类变体出现在厦门人四季应节的食谱上。但只有把这个红色的米团压上精美的龟形图案，它才是新年的红龟果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。一方龟印，四面雕花，上万刀的精雕细琢。地道的闽南家庭都有一个传家的龟印。潘海源，厦门最后的职业龟印雕刻人。我们闽南里嘛，算是儿歌嘛，小时候就会练了。蒙古头起大楼，蒙古嘴的大富贵，蒙古心的大的欢心，蒙古脚的人家吃不大，蒙古尾有头甲有尾。娘娘腊月23，供奉灶王爷上青天，没有什么好贡献，吃个糖瓜把嘴念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我给你喂腊吧，你给我吃笑话。我给你喂腊吧，你给我照照去。从腊八开始的中国年，人们通过各种祭仪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神明的虔诚，对祖先的感恩。而食物永远是凡尘众生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最朴素、最直接的通道。这些食物带着手的温度，承载勤劳和智慧，也带着中国人对时光流转的感知，从农耕岁月一路走来，也终将在我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。
侯师傅开设一家咏春拳馆，儿子英强刚满20岁，是父亲最得意的徒弟。正月初七是当地的大日子，也是侯师傅家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，各路江湖朋友、武馆兄弟都要到家里来拜会贺年。200多人的晚餐足以让后院变成一个露天厨房。在中国神话里，女娲在初七这天创造了人类。广东的习俗中对这一天的重视不亚于除夕，人们把这个交流切磋、维系人情、共享欢乐的时刻称为人日。今晚聚餐的形式是广式火锅打边炉，但更引人瞩目的却是一道事先烹制的菜品——烧鹅。烹制完美的烧鹅，如同中国武术的精髓，讲究内外兼修，神形兼备。绝密的调味配方，独步天下的秘籍。娴熟的风腔手法，不损形，不泄气，干净利落。外练筋骨皮，还需一口气。皮肉分离，延展绷紧，力度直达每一个毛孔。用大红浙醋熬制的糖皮水着色，稍加干燥，一只只红润饱满的烧鹅就可以进吊炉了。燃料必须是存放一年以上的荔枝木，清香耐火，少烟恒温。即使一位经验丰富的烧鹅师傅，也只能同时照看两口吊炉。烧制过程中不断换位转动，确保烧鹅均匀受热。高温下，皮下脂肪从打通的毛孔中渗出，当烧鹅圆熟饱满，呈现枣红色光泽，方可出炉。烧鹅的最佳食用时间是出炉后的2小时内，卤汁丰盈，鹅皮香脆，鹅肉鲜嫩，在任何餐桌上都是一道味彩出众的主菜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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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推杯换盏间，父亲把江湖人际传递给儿子。哎，大家出来平安了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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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平安。随着节日的推进，南方聚餐的规模从家族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。而寒冷的北方，人们大多在室内和家人享受休闲的时光，这时零食就是最好的陪伴。王市长，为是东北人，真有真诚。儿子，你也对他对你对朋友百种真情。王市长，你儿子话里话外缠绕着。平针，老金家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春节时，它又是最好的休闲食品。哪天唱的没有姐唱的好听。中国人食谱上独有的炒货，在春节的需求量达到峰值，一天就能吃掉超过30万吨，相当于美国人在感恩节消耗火鸡的总重量。长江边安庆人的年俗离不开炒米，泡软的糯米用菜籽油滑炒，直到表皮膨化，通体金黄。一碗鸡汤泡炒米是年节最亲切家常的点心。对酥脆口感的偏爱，是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热衷于调动各种食材和手段来制作炒货。你看这羊，这有羊多好喝。人们不仅耗时费力用菜肴装饰春节里的一日三餐，还要用各种精美诱人的零食填满每一个时间缝隙。同样的热情还体现在对鲜果的保存上。广东的杨桃和台湾的金枣都进入一年里最后一次果期，用盐渍和糖渍的方式处理鲜果，获得混合着甜酸咸风味的蜜饯。它不仅刺激唾液分泌，也幻化成一种赏心悦目的食物。广西人用更极致的方式制作一种蜜饯，冬瓜被雕刻成各式吉祥的图案，反复糖渍后晒干。控制糖水的浓度可以使表面光洁，没有多余析出的糖霜。甜味带着冬瓜的清香，在温热的茶水中慢慢释放。这些用尽心思制作出的休闲小吃，正是为了装点和丰富春节的闲暇。人的幸福感有时不由饮食的丰俭决定，在一些地方，简单的食物也能凝聚起全家的快乐。去壳后的软梅子碾成米面，制作一种陕北的甜点糕饺。只有在春节，5岁的小韩宇才能在奶奶家的窑洞里尝到这种传统食物。旺火大灶，热气升腾，铺撒上去的梅子面很快被烫熟，奶奶需要不断层层累加。蒸汽软化面筋，巧手驯服面团。趁热，全家人需要一起动手，把它包制成象征富裕的元宝形状。
太远，你坐吧坐吧，坐完就喝，喝水就得喝。油炸能增添另一层口感，高脚表皮焦酥香脆，中间梅子黏软，内核糖浆涌流。来了，姑姑。梅子，中国最古老的粮食之一，在日常多元的饮食面前，已经失去了在土地和餐桌上的地位。唯有春节时，老人们用不多的收成向后辈传递着味觉的基因。香港，高度商业化的都市，凝聚更庞大的宗族群体，需要更加齐绝的食物。元朗住着香港所有的旧时光，这里曾经遍地良田围村，是传统人迹保存最完整的地方。藏龙卧虎的美食江湖，一间前山隐士的小铺，一个隐秘的食物王国。他的主人邓连兴从来只做一种家传的菜式，盆菜。六年前，儿子邓建鹏留学归来，回到香港，在父亲手下从基础做起。盆菜食材众多，分别烹饪讲究各有各味，每一位连哥都有自己的秘方。本地青梅酿成咸酸味，提鲜解腻，是猪手的固定搭配。自制的黄酒米，芳香醇厚，用来腌制神仙鸡。陈皮，中国特有的香料，刮去橘白，用于煲汤，回味更加甘甜。哎，怎么的？名山盆菜，系啊系啊，隔水蒸至两小时后，神仙鸡出落的雍容华贵，鸡皮明黄娇嫩，骨肉鲜香丰腴。九款精心烹制的菜肴分而成之，组成香港年菜的极品九大鬼。盆菜不仅仅是九大鬼的合体，它还是空间与味觉的神奇组合。清淡的萝卜垫底，肉皮、枝竹、鱿鱼渐次向上堆叠，南乳猪肉的浓重汤汁向下渗透，
在依次码放上五种加工更精细的食物。盆菜集所有食材的形色香味于一体，赋予团聚、融合、美满的寓意，是一场东方饮食美学的奇观。这种将众多食材共冶一炉的方式并非香港独有，在以精致著称的苏帮年节宴席中，有一道难得的气质豪放的大菜。特制一口直径半米的砂锅，汇聚苏州人心目中最优秀的食材，伙同与蹄膀压住底味，草鸡、野鸭、麻鸭、鸽子、鹌鹑五种禽类依次入锅。一次注水，文火慢炖，最后加入半熟的鸽蛋。七剑子是一桌苏州年菜的灵魂。上环车水马龙，南北行恢复了营业，元宵节临近，春节进入尾声。元朗的宗祠将迎来新年的最后一场狂欢。离开席还有三个小时，500公斤的食材已经处理了大半。见朋友带领十个帮厨，一刻不停的工作。向北2000公里，元宵节。小韩宇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礼物。黄河边延续千年的庆典正在等待着他。这场仪式将给黄土地的新年画上句号。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赴这场盛宴。黄河边竖起365根高粱杆，支撑着365盏灯，象征一年中的每一天。走过9曲18弯，走出对来年的期许，这是中国人对生命的认知。在香港，这也许是规模最大、硕果仅存的春节聚餐。
人们在食物上感受乡土人情的凝聚，也在渐渐消散的鞭炮声中留住最后的传统年味。这就是舌尖上的新年，在浓情蜜意里迎接春天的节日。春节或许终有一天会淡化为日历上一个寻常的符号，定格为记忆里的一种颜色。然而黄河九曲回转，生活永远向前，只要不变的时节如期而至，新年就依然会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浓墨重彩地绽放，至少是以美食的名义。手帕归手，三兄弟们，恭喜发财，满满不满。我给你来吧，你给我乐开花。过年了，皮松皮厚，过过了。一花高，一花红高。过年了，大家看了。说年吃桃花，天都绿呀，可怜真的大家见了。我也呢，为毛老人和他死。在技术当中能不能把这些这几招结合进去，手和脚的动作都做完了，然后最后跟那个方向手柄可能要往跳起来点，它能分出直径30厘米的大刺。脚三个字，预备起，一二三，过年了，春节。好像那个船散了。
同志们加油吧，加油！哎呀！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我在磨砂，脚在光，跑在地上磨砂。一二三，过年了，喝点鸭子，打打枪了。过年了，吃粽子够，过来。耶，耶，好，再见，朋友们。